Hello everybody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I'm Benny Batch.那么今天这期视频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？欧美开价，妖艳贱货加吃小孩色系，口红试色。提醒大家一点，就是今天出现的所有口红全部都是 Made in China。 OK, let's go。 那么我们今天要试的第一个颜色呢，就是 Wet n Wild 911D 这个颜色，有一丢丢怪怪的味道。我之前有做过唇部打底，所以说如果它是雾面的话，现在在我嘴上出现的是一个比较有光泽的感觉。Hello。好，我要卸掉它。颜色还是很好看的，而且上色度应该还好。那么第二个颜色呢，是还是 Wet n Wild 的914号色。这个颜色是有一点 Alban OK 是有一点豆沙色的感觉吧，赤土色，或者说是试一下看看。好干啊，因为已经卸掉之前的那个了，所以说不可能那么滋润了，味道很难闻，但是上色还好。如果你是一个追求味道使用感的人，太难闻了。这个就我也还是很喜欢，这个不是豆沙色，上嘴之后这算什么，是豆沙色吗？反正就是很好看。我必须得上一点唇油了，太干了。第三个颜色呢，是 Wet n Wild 的 917B。Wet n Wild 这个系列的这三个颜色上色度还是蛮高的，就是味道太诡异了，而且特别干。那如果有小表妹们，如果你们要购入这个系列，这个 Wet n Wild 这个系列的口红，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你得受得住比较难闻的味道，其次就是你在上这些口红之前最好做一层唇部打底。那接下来的呢，就是 Wet n Wild 这个系列，我买了 533D、535D、536A。那我们来试一下，先从 533D 开始吧。味道没好哪儿去，它是有一点点金属质感的。我们来上唇试一下效果。这个滋润度要比之前的好高很多。是带一点点这种亮面的，就是
有这种金属质感，还可以。I like it。哎，下一个535D。嗯哼。哇，我好喜欢这个颜色。画口红画到手抖是种什么样的感觉？Evil Queen， 我很喜欢这种大姨妈色系的，很显一个人气质。我刚才差点戳到壁纸上。It's perfect. Well. 好累啊。那么下一个呢，就是我们亲爱的 536A 啦。感觉和535没有什么区别。这个可能会更深一点吧，或者更偏红一点。人生是一直如此艰难，还是只是童年如此？相比较而言，这个系列是比较润的。And then， 就是 JCAT 的这个系列，分别是107、117和114这三个颜色。先从107开始吧。这种大红色呢是非常漂亮的颜色，我也非常的喜欢。这是我目前为止试的所有口红当中最好闻的味道。但是有点干。适合我这种妖艳贱货了。114看起来也是姨妈色。好累啊，好干呐，又硬又干。不是姨妈色，是有点深紫色的感觉，红点。讲真，我觉得这个颜色的口红，因为它是偏紫色的嘛，它会给女生就有一种，让女生有一种神秘感。你想来探索我身体里的秘密吗？可以和我一起来探索我身体里的秘密吗？来呀，来呀，照做啊！那么接下来呢，终于到了117啦，好棒啊。干，我一点都不想好好画了。就这么看一下吧，我也不想擦了。
back. OK. LA girl 或者是 La girl， 我不知道怎么念，就洛杉矶女孩的553这个色号，好累哦。Alban， 闻起来像是我们小时候用的那个香味圆珠笔的味道。So。这就很偏紫色系了，我感觉就在往嘴上涂圆珠笔油。唇色很像美孔里面的酸奶，不管你多穷，不管它多便宜，都不要买它，谢谢，太可怕了。那我也不想再去补粉底了，就真的就差最后一根了，是一个黑色的，也是 Wet n Wild 的12460色号，色号是12460，是一个黑色的这样一支。Okay, let's go. Lady Gaga.这个颜色还是蛮好看的，黑色能好看到哪儿去呀？终于试完了，太棒了，好了，就这样了啊！大家知道我此时此刻想到了什么吗？自杀小队里面的 Joker。以后不管有没有试色，我都不会在嘴上给你们试了，太可怕了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请大家多给我发些弹幕，多评论，多转发，多关注，多分享，多投币，选选，终于录完了，整整试了11根口红哦。Fuck you。忘说拜拜了，拜拜。